很多小伙伴想让我抽伞包，今天他来了，听说伞包出奇迹呢。来看韩都准备了啥卡？这用彩虹二、彩虹三、去影一、去影二、辉月五、辉月六，开拆。看看你今天手气到底 O 不 O 啊？啥玩意？你拿的是啥？我看看。我寻你作弊呢，在那儿。小宝贝 ，TR 蟹龙，珍惜母亲，横版的。摸起来是 T R 的感觉，通宝，普卡，这个是柔柔的，不理智的，空宝，紫贝，哇塞 T G R 呀，一级，都有，张扬给我空宝，对，行，彩虹二。星光一啊，宝贝，弟弟什么？最后一包背景卡，他的名字叫珍宝，金母都有，四个字呗，两个白贝。哇塞，这个，鱼儿，月亮公主，鱼儿，看云宝天天圈系列的 ，S 三张了都已经。彩虹画封面的那个呗，对，好看。Elsa， 哇塞，苹果第二，辉月五里边出的，这是彩虹二里边出的。你们觉得小安今天的手气怎么样？真的出奇迹了吗？爆了，双爆啊！我没有过这张，好看，这张我有三张了，双爆，这些都很好看啊。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小安的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！我要整理我的小卡去喽。